香喷喷的鱼来了，快来吃饭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奇怪，这是什么？妈，为什么鱼里会有塑胶袋的残渣？对不起啊。你也知道，最近海洋污染越来越严重，有许多的鱼也因为吃到塑胶袋而死。有那么严重吗？有，非常严重。你是谁？我是保护海洋小精灵，我跟你说说有多么严重吧。好漂亮啊！这就是保护海洋的好处，这样我们才会有更多的鱼。这是没有保护好海洋的结果。近几年来，有许多国家把核废料排在海里，造成海洋污染，害海里的生物无法生存。看完被污染的海洋，你们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？那当然是不再乱丢垃圾进海里，这样海里的生物才能生存。对啊对啊，我们要保护海洋，为世界尽一份心力。